开始了没？还没呀、啊。怎么那么紧张吗？没有，我好想哭哦。好了没呀、啊？你好，我是Eason。爸爸希望我录制一些对大家比较有帮助，而且又能帮助自己进步的影片。我好想哭哦。嗯。你好，我是Eason。爸爸希望我录制一些对大家比较有帮助，而且又能帮助自己进步的影片，所以今天来练习一篇简单的英文好了。为了把稿子念熟，我练习了很多遍，也达成了练习英文的目的。大家一起来吧。第一课题目 ：Where must the puma have come from？ 第一段 ：Pumas are large, cat-like animals.Which are found in America. 美洲狮是一种体型类似猫的大动物，产于美洲。When reports come into London Zoo that a wild puma had been spotted 45 miles south of London, they were not taken seriously. 当伦敦动物园接到报告说，在伦敦以南45英里处发现一只美洲狮时，这些报告并没有受到重视。However, as the evidence began to accumulate, experts from the zoo felt obliged to investigate. 可是，随着证据越来越多，动物园的专家们感到有必要进行一番调查。For the descriptions given by people who claimed to have seen the puma were extraordinarily similar. 因为凡是声称见到过美洲狮的人们所叙述的情况竟是出奇的相似。好，我累了。我只有3小时的时间可以制作影片，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第二段吧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个喜欢，并按下订阅与旁边的小铃铛。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你们的想法。谢谢您，我们下次见。你今天这么没精神吗？你要不要念熟一点再录啊？好了，总算录完了。刚刚是我逼我儿子念的。虽然过程很痛苦，但是至少学到东西。